啊，对，应该是他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88号花莲，吉安。啊，对，就他，最近有车。花莲吉安的稻香村民交道，10:19，什么时候是尬车喽？是6644。加 CD273，加 FBK105，六节新用时光号，哈哈，还是 67。来驾车哦，第一段驾车，花莲南边的稻香村比较早，吉安南边。那个往甘城站头，那个平和我们会多久？平和，平和不知道等等吧，只要没有很贵的等等。好，哎，这段不错。
点钱。这一段就先这样。嗯，会有点塞。10:25分8:18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刚刚再见了。华丽。自学站到10:26分8:18已经到自学，刚刚再见。